没错，原始人都在用的捕鱼方法。原始人都在用的捕鱼方法。那我就免费提供了，买一个那个船长是鱼，牛肉套餐有，鸡肉套餐还有。要不要打？我们买了一个两条，偷了一个。你带手机拍下来，我们把这个背下来。记住，那给还给他吧，别，你看这个没看，这个还没看呢。嗯。嗯，哎，西西，你跟他聊会儿。哎，我看你这个，你拿着吧。你这个东西能闭上吗？哇哇哇！可以。简直不敢相信我看到了什么。就诈骗信息啊！你这个，我不敢相信这个秘籍。走，妹妹，你相信吗？他说的那个徒手捕鱼是说把鱼赶到一个地方，把水弄浑，然后把鱼抓起来，让鱼无法呼吸。这如果呢，我们拿贝壳换了，这真的是诈骗信息。诈骗信息。我来研究研究这个菜。黄老师啊，哎，我们早上我可不可以点一个粉呢？海南粉，它这个海南粉做好了之后，它可以拿三个贝壳。哦，行。又吃又挣钱是吧？对，行。海南粉里面全是海鲜。全是海鲜，咱有海鲜吗？这有啊？没有，这有吧？这儿呢？这有啊，这生存包里面是海鲜啊。鲍鱼、鲍螺粉啊，这是粉，肯定是啊。海南腌粉，又是粉。海南酸粉，各种粉。哇塞，这都是啥粉？这啥粉？黄瓜啊，一会儿放冰箱啊。嗯。哦，青芒辣椒，辣椒，这是鸡辣椒粉，没有海鲜啊。我们现在只能做个素粉，你们马上能吃。可以。对，猪肉在这儿。哦，有猪肉是吧？哪里有猪肉？这里。哇，我的崽，你放那个杯子里也是。我这是杯子嘛，我反正觉得对我来说，只要是碗就差不多。哦。那我们就做个肉末酸粉。4.0克营养新升级的特仑苏沙漠有机奶，感觉就是不一样。哎呀呀呀！加加加加！Morning.